请收看慧律法师博学讲座。接下来，观一切法空，了解一切法空无自性，空真正的名相叫做空无自性。空无自性这个很难体会，意思就是冷静一下，你看到一个人，这个人是什么构造的？骨头、筋脉、肌肉、血液，最后包一层皮。头发剃下来，把皮扒下来，上手术室 ，operate room 手术室，切开来。肝脏、脾脏、心脏，再冷静一下，剩下骨头，再冷静一下，火化，就剩下一堆骨灰。只有一句话，看不开，苦了自己，没钱，苦一阵子，没有智慧，苦一辈子。一定的，没有智慧，不能贯穿透视一切相的生灭相、缘起相、不真实相，这辈子注定要痛苦的。但是如果你有因缘碰到如来的正法，这下不得了了，一念之间就看得透。70亿的人口，到底有几个人能碰到如来的正法？按照这样概率比例来算，就知道要得闻如来的正法是何其的幸运，是何其的快乐，是何等的荣耀。来作为佛陀正信的佛弟子，所以你想要过得快乐，要观一切法空。